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月，从来没有变过。秦岚。 行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也可能会发疯，我知道。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从你在医院里醒过来，我就知道，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月，从来没有变过。 对，他之前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知道他的情况不常见，但有没有可能通过医学手段帮到他？小袁，我就是想喝水，不小心给打了。 我来吧。